哎，躺着呢，算你休息了。对呀、啊。嗯。握个手嘛。哎呀！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晚安。晚安，早点休息。其实真的是会被一些简单且很难张嘴的事情打动。对，你想想年轻的时候，别再说了，又来。你好夸张，这不就是一笑泯恩仇吗？不用想，太感人了。你看咱俩擦眼泪的方式不一样，我是这样的。哎，我跟凯哥在这儿，一个老父亲，一个老妈子。回头弄几张他们的签名照给我们，或者我可以交换一下，真的。